给孩子送跑，穿上旗袍，希望他旗开得胜。这个打算穿几天？四天，我妈都要连着穿。对，他第二天是一路绿灯，3天和4天是一路辉煌，是根据颜色来的。有没有信心？有，加油，加油！心里面上给他一个支持吧，就是红红火火的把今天这件事儿做的，就是人生第一件事儿，给他做过去。然后老师讲究旗开得胜，也是整天也是这个寓意吧，也是，就是希望他金榜题名嘛。完了就是乘风破浪，超越自己就行了。就昨天晚上有一点紧张，但今天心态还是挺好的，就当一次平常考试来考就好。就辛辛苦苦12年了，就希望自己能梦想成真吧。高考加油，加油就是加油。